既然你是青山人，请将生死讲来，千岁永别。三年故居马鞍山，忙里为谁无人回？给讲来，三年故居马鞍山。正是这样想说的，千岁。三年当里在山东，那王恩生三与父喊救命，虎口余生将他救，你的金兰兄弟亲。有三年当你在山中，那王恩生三与父喊救命，虎口余生将他救，你接进来兄弟才能。这人将只要进宫讲来，千岁有礼。Yeah.
娘子一定会听的，不去倒霉。当真的不去？不去不是个，不去。爷爸，母亲不肯去相村，我总上冤也枉冤，就说也。
做不得个。我去倒倒煤块。多谢母亲。切切，小姑娘，我个心肝宝贝啊！娘子，母亲的话你可要听啊！根本侬自家来送，叫上小姑啊，给我心肝肉。宝贝哟，阿玲是我的小心哟，小姑娘侬是我的小白哟，小心小白都是哟，老太婆啥不得那两安块哟，小娃侬心宽宽气呼啊呼。天的媳妇来听音不不阿玲从前得亏侬难为已经做得这是来生出侬可以回到西方又回到东西苦的回的是红啊呼媳妇侬身份非礼仪一时长远非主要去护上主各种手脚因私报啊那一两媳妇就与好结拉夫听众婆婆媳妇红官高明夫人与侬主啊婆婆啊，你是媳妇终身啊母，婆婆的恩德铭记呀父，夫妻薄，世间有别，我是不明不怕受折磨，我不愿与他夫妻哟，只好过问你老婆啊婆。侬是一两方正的一拉姑，夫一度里面两一度，先出门出是二零出，步步的侬准备出，媳妇啥不肯夫妻哦，我养什么你只管做什么不？媳妇啊，我骂个人情结不不，夫妻中关键谁不问？婆婆啊，我不愿与他夫妻哟，父亲愿地坐丹堂奉公公母，一情愿。一柱灯捧来奉爱公阿婆，真是我因为个好心阿婆，祝你为难难生我啊！阿玲啊！侬是要夫妻和睦吗？是非侬状元官的妻身啊啊啊出，
好兄弟他怎么原谅？好一些了。哦，把这一碗用酒拧开，堵在身上，把雨水化开就好了。宝姑娘真是想得最多。宝姑娘，当成这个样子，宝兄弟他也。
有子三妹子，九哥哥三更入梦土真相，鸟梦心碎泪已尽，心碎泪尽痛断肝。放下。大少爷，母亲，龙儿什么事这么高兴？刚才紫渊大人送来私信一封。哦，御史大人已到御窑底下，打来洛传号是金鞭一魁，意思表彰。母亲，母亲，洛泽大人，皇上亲赐金鞭，真是双喜临门呐！哦，龙儿，且慢高兴，我娘，你是不是怕玉凤吐露真情？这不要紧，
孩儿已经盘到了一样东西。什么东西？牙牙。哦，此牙十口风味，教他变成牙吧，岂非可以灭口？欲问他自是实事，不能讲，他还未写字。你这丫丫只能治标，不是为娘的这牙可以治本。哦，圣堂，难道里面有毒？无毒，既然无毒，怎能治本？圣堂乃是大不雅，明日自身难成道，若逢他口吐鲜血趁虚杀，大不雅倒换成了这个文堂。我一时三次请把圣堂送，定叫他许不随不若不若许，一步出病，病从难医，一命亡。你这丫丫吗？you are
不把本给家里张啊，真正经给张娘娘，你一个人在这里，李公。
公，你去懒得夫找个局前来，找个局前来，林子妈，愿种儿莫种多，你吃得种我一套，你要领他悄悄地进来。来来夫过去悄悄地进来，你明白吗？悄悄地进来，那你快吃呀，林子。师兄啊，